九泉。耶稣因体力不支，第三次跌倒地上。主基督，我们欣颂你，赞美你。你用此圣驾救赎普世，凡看见他的人莫不惊愕，因为他的容貌为上德，不再像人。上主的圣意要用苦难磨练他，当他的心灵苦痛到了尽头以后，他必定看见光明而心满意足。我的仆人要以自己的苦难使众人诚意，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。他甘愿充当一个罪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其实他负担了众人的罪债，并且时时刻刻为所有的罪人祈求。耶稣已经冇晒气力，倒卧喺地上，身体唔可以再移动，即使系拳打脚踢，都唔能够逼佢再企翻起身。但是耶稣愿意接受一切。朋友，你的身体可以被摧毁，但天下间绝对没有一种势力能够剥夺你的意志。你的意志是属于你的。主耶稣，你为了我们而受鞭打凌辱，但我们很多时跌倒犯罪。主，请帮助我们体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应有的权利，明白自己的责任，尽量帮助需要我们的人。天主，仰着你所受的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。